人车往来的路段，天桥两侧各挂上一幅白底红字标语，格外醒目。旁边还搭配大声公循环播放口号，仔细一听，内容可不得了。办公办课，办免独裁国的习近平，要自由，要民主，要选票。不但提到自由民主，还要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。这段影片是 X 平台上知名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所抛出，地点是在湖南娄底新化县，标语文字则写着不要特权要平等，不要谎言要尊严，不要领袖要选票等等，似乎是在模仿两年前四通桥事件所写下。2022年10月，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，在维安严守之下，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竟有人挂起示威布条，就是用大声公批评习近平是独裁国贼，震惊各界。How rare and extraordinary this is to have in the capital not just opposition towards zero COVID, but towards Xi Jinping himself.当时北京政府如临大敌，封锁网络上关键字和微博账号，还紧急招聘看桥员驻守各大天桥，24小时轮流看守。而挂布条的勇者彭载洲随后当场被捕，至今人间蒸发，音讯全无。抓吧，这没法生活了，抓呗，都抓，我看监狱能装下吗？老百姓有点血性的人都起来，都这样干嘛？事隔两年，四通桥勇士2.0打造相同标语和口号，凸显出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已经天怒人怨。民视新闻苏克兰综合报道。